欸打欸打，你说的没有错，带水雾的话就有差了。对，可是水雾放下去，我位置少一格啊。我现在是卡在这里啊。妈呀！为什么那么多木珠啊？他是要叫木珠攻击是不是？我要火珠欸。 好，贝亚这样也行哦。好了，如果这样也行，我是不介意啊。懂了，对，应该是这样了。我看我如果有理解错误，我们都可以讨论。啊，其实用的贝利靠尴尬哦。刚那个谁啊？哎，打你打太快了，应该先等我通关。 有没有，就是头尾，我就是撑贝利就对了。换句话，我觉得开幕好像是一个错误的举动，欸，我要处置欸。 正所谓亡羊补牢犹未晚哈，浪子回头金不换哈。什么三 combo 看到没有？这关键的时间点是非常巧妙的，我跟各位讲。靠北啊！<笑>有没有？大家这流浪逍遥队已经出了好几队了，大概是这样一个组队概念了。啊，至于你就用善用你手中的卡牌啊，主要是这样。 因为我看贝利还是这样是比较有感觉的，不晓得各位看起来怎么样，对吧？你不觉得还是配妲己或配笑比较有感觉？而且有个排珠，重点是可以排珠，你知道吗？哦，这对啊，这平民转珠三大五 combo， 这简直是天降的奇迹啊！龙科算内心外挂，牛郎配解放大天狗，你转出实力够就可以，应该这么说。 转速实力够应该是可以，因为地光无视减伤，所以你那个攻击力要非常大。有没有转这一定要把它 KO 掉？木珠有点不够哈，所以我现在先绿一点木珠出来哈。哎，木火 OK 啦，木火 OK。 别惊，别惊，白戏你家好来，上一级boss虎哦。好，别刚怎么转不动啊？哦，有点危险呢，应该是。
再来啊、哦、好 OK 不好意思手有点沉没办法第五关哦强化盾药没得惊啦绿珠一样绿珠绿出你的攻击珠手机可以让麦将军先抓我哈哦，打算来个两波哦。哦，用龙科一波哦，龙科一波，等一下还可以再一波，大概是这样的味道。哦，老人也可以切一万哦，跟各位讲，龙科其实这种东西慢慢切就好了。哦，这个老少咸宜有没有？我们建议一些老人家也可以玩玩这游戏。你看24000多分，你看慢慢切就可以了，不急不慌，慢慢转就可以了。哦，这也可以推荐老人家玩的一个游戏哦，老少咸宜哦。不是，马进。哦，这个叠珠几架起，奇怪的好小哎，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怎么有人可以叠得这么厉害了啊啊！阿娘，我给他吸两下呢。这一点亏了啊，这无亏也死诶。啊，不过我攻击出来才少啊。啊，你受较济啦，来。无龙科哦，注意看啊、哦，无龙科哦，伤害2倍哦。一波、哦，干一拜一拜嘞！好、哦、了，应该破费啊！克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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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降火珠！哦啦哦啦哦啦 ！K， 哦，哦 OK 吧？哎、欸，那几个已经超车了啊！那个下次慢一点，等我 KO 你再过好不好？